本来今天天气不是特别热，前天的鱼没吃上，想着今天去塘里面钓点鱼回来，晚上改善一下生活的。谁知道背着渔具刚到地方就开始下雨了，无奈我只能背着渔具又往回走了。哎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，朋友们，又下雨了。这不，好几个月没洗澡了，赶上了。今天从头到脚全部洗了一遍，头发也洗了，澡也洗了，连脚都洗干净了。下次下雨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为什么我会淋雨呢？你看啊，有的人下雨了等雨停，有的人呢下雨了等有人送伞，我呢，你们离我这么远又给我送不了伞，我只能冒着雨前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以为我真不洗澡呀？要洗澡的。哎，燕飞来洗澡。哎呦，我洗完澡出来又出太阳了，这个雨不是我请的演员啊，朋友们，等我把段子拍完然后太阳又出来了，你看现在又晴空万里了，晴空万里太阳，这不是我请的演员啊，这是天安排的啊。好，又下雨了，段子拍完了。我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，任日子一天天这么过，让自己小红书。